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是在台中的太原路段了。清晨5点多发生了一起路树倒塌的意外，而根据了目击民众表示，听到巨响之后立刻跑出来查看呢，结果发现到这个路树遭到强风拦腰吹倒，而且直接重砸路边的轿车，就连机车也是惨遭波及。不过还好的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详细状况呢，要把时间交给记者郭玉轩。好的，主播可以看到现场呢，是有一棵路树直接横躺路中，而在树的底下还惊见一辆轿车惨遭压扁，车身扭曲变形严重，在路树底下卡得死死，动弹不得。不远处呢，也有一辆机车无辜遭殃。这里是台中市太原路3段，根据目击民众表示，清晨5点陆续刮起间歇性的强风，而后听到砰的一声巨响，直接目击路树倒塌，重砸路边停放的轿车。有风在吹，然后就听到一声嘣，就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树就倒了。这台中很少发生树倒塌的事情吧，比较少了。由于小犬台风来势汹汹，台中市区罕见的刮起强风，使得路树拦腰被吹倒，而警消到场之后也在现场紧急拉起了封锁线，所幸路树倒塌的瞬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上最新主播。好，小犬台风来势汹汹，而且现在强度已经接近中台上限了，各个县市也陆续发布了停班停课的讯息哦，包含了澎湖、绿岛、兰屿全天停班停课，台东、屏东则是有部分地区下午开始停班停课的。详细状况呢，我们要连线给记者郭宇轩。好的，主播，中台小犬步步逼近，中央气象署发布海陆警报，预估清晨暴风圈将接触台东陆地，强风豪雨不容小觑。目前外岛的兰屿、绿岛宣布今天停班停课，另外澎湖风力也达到标准，全天停班停课。而本岛的台东则是下午停班停课，另外恒春半岛6个乡镇下午也达停班停课标准，屏东其他乡镇市则是正常上班上课。而北部虽然未列入台风路上警戒区域，不过位于山区的文化大学风雨相当强劲，校方3号晚间也紧急宣布采取远距上课。而在北市水门3号下午开始只出不进，水利处表示水库可能会调节性放水，在3号晚间先紧急的拖掉滞留车辆，放置在河滨的贩卖机更是被整台移走，以防遭受风雨摧残。面对来势汹汹的小犬，东部首当其冲，在3号晚间玉里镇赤科山、竹林山以及富里乡的60石山整夜道路都拉起了封锁线，预警性封闭。以上最新主播。好，现在小犬台风步步进逼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呢特别推出防台5部曲，呼吁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好，第一点呢是这个台中市的这个灾害应变中心上午8点将会升级为2级开设，同时也告诉大家了，在这个室内的抽水站跟简易的抽水站都已经完成待命，移动式的抽水机可以配合水情来做调度。另外呢，市政府有备妥20000包的沙包，如果有需要的市民家人可以带着身份证到各区的区公所来做领取。好，台东县府宣布，除了兰屿跟绿岛之外，其余地区上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一大早家长接送小朋友似乎是蛮生气的，要把时间交给陈佑。其实在台东市区掌握到小犬台风的最新动态啊，那么当然目前在台东市区这边的状况看起来是阴天，而雨呢是还没有下下来的。那当然在针对这一次整个小犬台风来袭，台东县府呢在昨天是宣布了，除了绿岛和兰屿地区之外，其余的地方台东县今天上午是得要正常上班上课，下午才会是停班停课的。那么也因为呢这样看起来就是只有放半天假，只有放中午过后的半天假，所以在今天一早我们人就在台东东大附小这边还是可以看到蛮多的这个家长哦，就接送着小孩来这边上学。那当然呢一早在7点20分左右的时候，小孩也是陆续哦抵达到了校园，等一下呢就要来上课了。而今天上半天课，其实这半天的假这样子放也引爆了非常多网友的怒火，甚至刚刚有家长来到了现场，也特别提到觉得是不是应该放一整天比较合适呢？因为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如果在中午过后的时候这个雨势真的突然来的话，是不是在接送方面会有更大更大的一个危险呢？不过呢也有家长反倒是认为，反正以现在这个状况来看，无风无雨的情况之下好像放半天假也没有关系，所以呢这就是引发了正反的论证。
站。家长在这边的说法是这样，但是呢，在县长饶庆麟的脸书下方的留言，倒是网友呢是直接炸锅了，觉得说为什么只放半天假？所以网友都直接气炸，觉得说饶庆麟是不是就是半天县长呢？不过也有网友帮忙缓颊哦，如果呢你担心可能在午后雨比较大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可以直接请半天假？也就是说呢，一整天都不要出门会不会比较好？而另外一派就会认为说，可是我早上可能大老远的送小孩上学，然后三四个小时，我又得要大老远的把小孩送回家，甚至如果遇到山区封路怎么办呢？因此这半天的台风假现在依旧是引发热烈的讨论。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哦，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